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三回合賽事，我哋今日嘅辯題係：港府應強制本地醫護專科畢業後喺公共醫院服務一定年期。聯賽雙方為正方和路書院以及反方華英中學。我係今日比賽主席，來自正方嘅梁海安同學，坐喺我隔離嘅計時員係嚟自反方嘅何子晴同學。而家請等我介紹雙方嘅辯員，正方主辯張仁堂。第一副辯論全要，第二副辯何仲恩，二辯詹永仁，反方同學許玉仲，第一副辯陳可儀。我哋好高興今日可以請到三位評判為今場賽事評分，佢哋分別係匯資中學辯論隊隊員負責老師李正權老師、聖保羅書院辯論隊教練楊子康先生，以及係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中文辯論隊教練鍾可榮小姐。本場比賽分主辯、公辯、一副、二副、自由辯論以及結辯六個環節，發言時間係4334，公辯則為每方兩分鐘，自由辯論則為每方三分鐘。每一次發言時間結束前30秒有一丁提示，夠鐘則有兩丁提示。超時15秒則會連續登記下。詳細賽規已經發布過俾各位參賽學校。如果比賽期間出現任何問題，我同計時員會暫停比賽，交由三位評判即時作出裁決。請問在座各位有冇問題？冇嘅話，而家有請正方主辯發言，你有4分鐘嘅時間。準備好請位計時員。主席、評判一班同埋在座各位大家好，香港醫療人手嚴重短缺，由食物及衛生局進行嘅醫療人力推算2020顯示，現時醫管局同埋衛生署分別欠缺約700名嘅專科醫生同專科醫生，而呢個趨勢亦都會一直上升。靠培訓一名專科醫生至少需要13年嘅時間，普通醫生需要喺大學修讀7年，畢業後取得執業資格，再修讀6年嘅時間。但因為公營醫院工作壓力大，所以不少人在培訓過後就會跳槽到不論薪金和工作環境都會更加好的私家醫院。醫管局表示，2022至2023年度，本港護士和醫生的流失率超過18%。有見及此，政府又強制本地醫護專科畢業之後在公營醫院服務3年，每年都會有200多名醫生畢業，所以過了3年之後就可以填翻流失嘅人手，從而改善短缺。講翻呢個質疑與否，在於係咪可以平衡到公共同埋醫護人員嘅利益，同埋即時舒緩公營醫院人手不
慎同辯題原因有二：第一，解決人手問題，令公私營回復平衡。現時公營醫院人手不足，醫療領域超負荷，人力資源向私營傾斜。衛生署出版的2018年醫療衛生服務人力統計調查顯示，全港專科醫生當中，近有45%係喺公立院服務，照顧全港近90%嘅轉病人，而其餘嘅50%則為私人執業，只需要照顧全港10%私家醫院病人。可以見到公營醫院人手不足，導致專科醫生壓力大增，醫護人員都會去環境，薪金都更加好嘅私家醫院工作。公院人手就不斷下降，而留在公院的醫院人員工作人員都會一直加大，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但如果實行這項措施，專科醫護就會被直接留在公營醫院工作。他們在公院工作多年，無需適應期，並有一定的經驗，當多了一班人手分擔同事的工作，就可以即時舒緩人手問題，而醫護人員的工作量減少，就有一個更大的誘因留在公營醫院工作。第二，傳授經驗，令到病人得到適切的治療。公立醫院專科門診輪候時間過長，一直為人詬病。根據醫管局的專科門診輪候時間表，病人平均要等28至69星期，而專科門診輪候時間過長，主要是因為醫療人手短缺，病人有機會因為等候時間過長，導致病情惡化。另外，只有錢的護士能夠獨自照顧癌症病人。曾任醫管局檢討督導委員會譚文昌指出，他們需要資深護士的幫助下才可以使用到儀器，而資深的專科醫護人員擁有豐富經驗和能力，不單止可以為年輕的護士提供支援、傳授經驗，還可以依據經驗為病人提供一個合適的治療方案，維持醫療質素。當實行這個政策時候，資深護士可以傳承經驗給新人，令病人可以得到一個及時和適當的治療，同時提升翻應有嘅醫療質素。最後，我想問下友方，公私營醫療失衡，未來醫護人員短缺，面對病人輪候時間過長，友方同學究竟有咩方法可以即時增加一批經驗豐富嘅醫護人員咧？多謝各位。3分29秒，胡超時。跟住有請反方主辯，你有4分鐘時間。香港醫療問題，現時人口老化嚴重，根據食衞局喺2014年
公辯一方可自由挑選對方一位辯員回答問題，並打斷對手發言追問，回答方不得反問，並不得打斷公辯一方發言。如有違規，公辯一方可以即時指出，評判認同可以直接扣分，每一次一分。如公辯一方如常發言，評判可自行決定是否扣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同埋請評判注意，填寫公辯分組時，請特別留意填寫次序，特別是反方分子，第一格依法次序是回答分數，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好，現在有請正方同學自由派出一位辯員作公辯，請你自由選擇反方一位辯員接受質詢。正方公辯開始，你有兩分鐘的時間。大家好，我想問一下有班同學，你哋認為病人嘅權益究竟重唔重要咧？咁你哋認為重要嘅時候，有方嘅措施係咪成效，即係好似我方做三份有咁大嘅成效？但係你方嘅成效證明唔到啊。其實有方同學冇證明到，我方問題。但係你哋嗰、那個其實我方方案係可以喺首年嗰度就達至200多名嘅專科醫生即刻可以去到公營醫院去做嘢，而咁嘅情況下，咁我哋仲用你嘅措施慢慢長遠咁解決個問題。但係起碼你哋都係即時有更多人手啦，其實原本就係公立醫院嘅人要繼續揾塞嘅喎。但係其實呢個問題本身可以慢慢解決到啦。咁有方同學其實嘅預先措施加薪啊？這些如何可以保證他們一定會去做的呢？這個就是幾年措施，我們包含中和長期的措施，所以可以全面講解這個。長期的措施是不是代表了好像我方那樣強制他們有什麼做的呢？不是，我們長期的措施就是公私合作分流，就是向私營醫院和長海轉嫁病一些輕症的病人的私營和街頭人潮培訓等等。我想問一下，方同學你有沒有考慮到病人要轉移到私營醫院的時候，他們需要的輪候時間更加長，搞到他們病情更加惡化？但私人醫院本身的病人都比較少，所以如果他們轉向的話，時間未必會加長。但是對於一些重要手術那裡都是需要排期的，如果雖然有可能沒公營醫院那麼長時間，但是都是需要有一定的時間。所以我們就是轉一些輕症的病人去私院，而一些重公辯時間結束。今次輪到反方公辯，反方請自由派出一位辯員，請你自由選擇正方一位辯員接受質詢。反方公辯開始，有兩分鐘時間。咁方同學，你頭先就提到咧，我哋一定期係三年啦，咁你點樣確定？那些公營醫院的醫療人員會不會三年之後會繼續留在這裡服務呢？就是因為我們增加了人手，我們目前現在醫院本身的原因就是因為工作人快，那我們解決了。但是你增加人手和繼續留在這裡有什麼關係呢？那有一個這麼舒適的環境，為什麼會住院？但其實這個環境一點都不舒適，現在我們剛才都提到他們工作壓力這麼大，還有需要面對這麼多的病人諮詢，又沒有報過私家醫院，哪裡工作人員舒適呢？咁好明顯，啱啱有方你冇聽清楚我點講嘅嘢。我哋因為實施咗一個制度，就可以令到個工作壓力減低，所以咪仲。但係你個薪資仍然都係低過私家醫院，咁呢個都算一個工作人員舒適咩？咁我哋同時都可以做一啲出人意料性措施，例如可能係加薪啊、重薪。但係加薪都唔會高過私家醫院喎。其實咧，私家醫院同埋公營醫院嘅佢嘅薪資分別都係好大，就算你加薪，你都冇可能加成咁高。好啦，咁。有方同學，我想問你，你知唔知而家U型其實包含一啲咩人啊？醫生、仲正科、專科醫生或者正其實呢個係包含咗醫生、護士、職業治療師、牙醫同埋藥劑師。咁有方同學，你頭先都我哋都有提到有好多人反對啦。咁你點樣確保咁多人反對佢哋仲會留低喺醫院嘅工作？咁我哋就做一個舒適嘅環境，自然就唔想你。咁你點樣就搞個舒適嘅？就是我們會實行這個措施，令到我們工作量減低。但其實他工
其實你可以 retrain 四隻馬咧，咁我哋每年可以有200名專科醫生入職，咁我哋自然留心。第一入職都唔代表咗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你都有唔同科需要去解決。你得200幾名，佢係咪真係可以行到到所有科技空缺咧？咁我哋就要逐步嚟咯，唔係一年。
醫護壓力舒緩，並且提升到病人能夠得到嘅醫療質素。頭先工傷環節，范方有講到話，輕症嘅病人可以去到私營嘅醫，可以轉到私營嘅醫院，但其實公營同私營嘅醫院嘅成立目的唔一樣嘅喎。公營醫院嘅成立目的就係為咗全港市民提供公平同埋由政府大幅資助嘅醫療服務，而私營醫院就係為一啲有能力亦都願意負擔醫療費用嘅人去提供選擇。簡單啲嚟講，公營醫院成立嘅目的就係為咗保障民生，私營醫院就係為咗賺錢為主。剛才回應我方轉變亦都講過話，加薪就可以解決到依家嘅問題，但係工商環節你哋又講到話加薪又唔可以咁樣，請反方可以再回答。最後想問下有方同學，依家有七成嘅本地醫生過勞，如果我哋再唔實施呢條措施，唔通有方同學你覺得要依家嘅情況繼續惡化咩？多謝各位。三分鐘冇超時，跟住我想反方第一副辯，你仲有三分鐘時間，準備好請佢計時完成。主席，評判隊各位大家好，首先想請翻有方同學唔好再稻草人啦，我方相信就唔會話加薪可以解決問題。頭先我方主辯問有方，今日有大部分嘅醫護都反對呢條政策，強制俾人哋點樣講好？但有方都付出努力，完全冇回應咯。其實有方根本上就冇法律證到有幾多人真係俾強制期限之後仍然留喺公營醫院度做嘢，成效根本都講唔過㗎。咁呢個政策仲有咩成效呢？我方今日去一萬同仁，但係你當你嘅方案真係有成效，咁公營醫院人手不足嘅問題，反方嘅方案根本就唔解決呢個歸根究底嘅方法，根本上唔係因因因啊嘛，而喺公營醫院。而家你醫生，你公營醫生點解會選擇離職？唔係，係因為公營有公職講啦，因為公營嘅話其實壓力上太大啦嘛。咁所以請有方議員咧出嚟之後，要講翻實施計劃之後有幾多人選擇離開。既然有方來一副言論發言，就想當然同因為公營醫院人手不足問題相對咁解決，方言就在於用咩方法啦。其實今日有方同學提出一條長遠方案，其實就係知道自己嘅方案並唔夠完全長遠咁解決問題。原來有方嘅方案唔單止唔能夠解決問題，仲會帶嚟反效果。正如我方主辯所講，去年有57%嘅醫護都反對設立強制服務公營醫院嘅限期，而職業治療師更有93%人反對啊！更擔心長年會少少量醫生喺香港做註冊。如果你講咗咁耐，有方連一個數字都交唔出，喺冇成效、喺冇反效果嘅情況之下，佢哋想咩？佢哋要反對方案咧？頭先有方就質問我哋有乜嘢，我哋方案可以短期見效，雖然就有方都承認自己方案唔長遠咯。其實呢個政策嘅制定與否，應該設計短時間能否生效，亦都睇成個政策能否解決根因啊嘛。按照有方同學嘅邏輯，其實房屋係唔應該起樓嘅，因為樓起咧就起空啊嘛。咁我哋係今日就停止啲地盤唔買啊嘛，所以今次又調整到合理，比有方方嘅房屋方案更加嚟解決問題。頭先有方同學就話要實施一啲簡單嘅政策啦，其實之前有方同學都承認嘅公營醫療高壓嘅工作場所，之前有方進制啲簡單嘅措施，咁啊即係知有方同學都知道強制嚟講係無助於減壓。反而會增加佢哋壓力，但再諗深一層，其實有方同學係冇反思嘅。你強推一個成效成唔有反效果嘅政策，再推出一個補救嘅政策，咁做咩唔補救咁多嘢？其實大家講咗咁耐，係真正調例喺公營醫院同公立醫院，我哋見到公營醫生一個月揾6萬以，私家嘅個分鐘月入8萬，但呢個真係大多數醫院唔離開公營醫院嘅原因咧？因為公營醫院服務嘅醫生佔全香港40%，特別佔到全香港90%嘅病人。而本身工作時間23.5小時，佢甚至係工作70小時嘅，超過70%受訪醫生專業工作嗰度嘅情況，與20%同埋人力物市場嘅市場傾向。依家情況就係我穿咗攞個水管，穿咗攞個水缸有水，我哋應該好似入方咁直嚟用啲水落桶度，應該補翻個窿啊嘛。咁何況而家有方嘅政策嘅成效都唔好，甚至有反效果，所以我方嘅長處都唔夠解決而家問題。正方第二副辯，你有3分鐘嘅時間。
主席評判有分同埋在座各位大家好，請坐嚟到二副嘅位置，我哋先梳理一下今日比賽雙方嘅爭論點。今日雙方都係圍繞住方法嘅成效嚟作出一個討論嘅。而有分同學啱啱就話啦，其實我哋咧係一直冇提出咗強制留人手之後，咁有幾多人繼續留低？但其實我分主辯嗰時候已經提到過啦，當強制之後咧，其實公營醫院嘅壓力就會減低啦。之後咁嘅情況下，就會更加人因為壓力減低、工作量減低依個因素而繼續留低喺度嘅。所以並唔係好似有分同學所講咧，就係我哋從頭到尾都冇提出佢嘅論點。但有分同學今日又好笑啦，就以房屋嘅例子對比而家嘅醫療系統啦。但其實有冇諗過，其實醫治病人嘅時間係刻不容緩嘅咧？每一個醫護其實都係同一死神喺度搶人喎，喺救人嘅時間咁迫切嘅情況下，咁點解仲可以同房屋呢個政策一樣咧？房屋係只不過係解決翻人居住嘅問題，但係而家我哋講嘅係生命啊，係講嘅係究竟有幾多人死亡，係講嘅會因為咁而導致死亡嘅增加。所以咁情況下，點解仲可以用一個房屋嘅例子嚟去概括翻我哋今日醫療嘅問題咧？今日有班同學咧喺主辯嗰陣時候又話啦，其實我哋唔應該用強制嘅措施啦，我哋應該用軟性嘅措施啦。但係啱啱又話啦，其實佢方冇提出過要加薪或者用任何軟性嘅措施喎。咁其實我想問下方同學啦，究竟你係想點嘅咧？所以其實而家公營醫院咁缺人手咧，其實都係主要都係工作壓力嘅問題啦。而加薪其實係冇辦法去解決啲問題喎。當公營醫院嘅醫護人員增加人工之後，佢哋每日都要面對更加多嘅病人，承受咁巨大嘅壓力。喺咁樣情況下，已經完全解決唔到人手嘅問題，當然都就已經符合啦，無法再承受啦。公營醫院因人手不足產生惡性循環，所以先需要一個更短時間有成效嘅方案啦。而當醫專新強制喺公營醫院嗰度服務一放通過後，喺短短一年嘅時間就可以為公營醫院帶來500多名嘅專科醫生，咁可以解決三分之一嘅問題啦。正如我剛一副提及到啦，有方同我無視咗現行公營醫院人手短缺問題嘅不切性啦，而家更加忽視咗一個政府應有嘅角色。作為一個負責任嘅政府，但見公營醫療系統面臨人手不足嘅問題嘅呢個急切又嚴重嘅問題嘅時候，係需要提出嚟提出有效方法嘅。政府制定政策方案時，先要考慮平衡整個社會嘅利益。三分零五秒好消息，跟住係反攻第二副辯，有三分鐘嘅時間。問題，所以有班同學只不過係好似冚你一巴，跟住俾粒糖你，咁樣就當
引入一啲海外嘅醫生嘅計劃咯，或者一啲有或者實行一個叫做或者揾一啲兼職嘅私家醫生，咁啊暫時解決人口嘅問題咯。但係有方同學佢哋嘅方案係只不過喺短期內增加人手，就係限制佢做完三年。咁做完三年之後，佢哋如果係覺得呢份工作好大，佢哋會照走嘅喎。咁你要點樣確保？點樣確保？咁你佢哋走咗之後，你係咪要再收呢條條例就入啊？要無限延期啊，延期直到佢成世人都喺醫院度做嘢先得咧？其實作為政府，佢實施一條政策咧，要睇嘅永遠唔係佢幾快可以做得到，而係佢有幾快，而係佢係有效可以解決到現時嘅問題啊嘛。但今日有方案方案就做唔到啊嘛。咁之前曾經有一個護士，佢有咗佢懷咗孕之後，仍然翻通宵工，跟住之後就流產。所以其實醫護人員佢唔想喺公立醫院做嘅唔係佢嘅錯啊，而係你現時嘅薪金、福利、工作量同埋工作環境都做唔到私家醫院咁好，所以先要令到佢要轉走去私家醫院度做嘢啊嘛。所以你今日要解決就係公立醫院嘅環境問題啊嘛，各位。好，3分03秒。雙方各有三分鐘時間發言，當某一方發言時間用盡，本人將會宣布另一方剩餘時間。該方可自由派出一位或多位議員發問，而每位議員都必須喺本環節發言。如本環節結束嘅時候，在場人士發言嘅議員從未發言，我即場提出。屬實嘅話，該議員所屬嘅一方將會被每位評判扣除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如果冇，自由辯論環節而家開始，請正方同學帶出一位辯員首先發言。其實喺我哋手裏嗰陣就已經
之前就開始診過醫生啦。但係今日情況唔係代正正代表出診過醫生嘅方案係冇效嘅咩？既然急救嘅情況下啦，點解呢個問人手短缺嘅問題仲未得到解決咧？之後辯論時間雙方剩餘一分半鐘，請反方同學輝繼續啱啱嘅發言。
本咁嘅醫生執照其實係好難啦。咁但係你就因為佢咁難啊，所以咧你就去放寬佢個咩？但係咧唔少業內嘅人士都表示啊，失去呢個嘅執照咧嘅把握咧，會影響到醫療質素啊，會令到香港嘅公營醫院咧獲得大量嘅人手，但係啊，你嘅醫療質素會整體下降，咁樣嘅情況下，香港嘅市民就會即係越嚟越唔相信呢個公營醫院嘅質素嘅喎。咁點解唔用我哋嘅措施咧？有方點樣來正強制啲醫療專科？政府已經用最近發言時間請停止發言。而家法官同我再聯27秒，我自由解除辯言議員發言。有方頭先就話啦，可能令到我哋放寬改為醫生嘅嚟講政策，可能令到醫療質素下降啦。我有方同學有冇諗到咧？譬如話強制啲醫生嚟填公營醫療服務咧，會降低佢哋質素嘅？時間結束，我哋首先請反方主辯總結，你會有4分鐘嘅時間，準備好請會計師員示意。常常出現工作疲勞，他們要在夜間的時候，一名護士
手嘅更加都係七個鐘，同埋頭先有班同學就話可愛醫生係質素係低啲，咁我想問點解可愛醫生質素會低啲咧？同埋有班同學又話，同埋好多人就認為醫護人員由公營轉到私營係一個自私嘅行為，係為咗錢。但其實醫護人員佢哋冇呢個義務要忍受咁差嘅工作環境，要面對咁大嘅壓力，同埋要喺工作量咁大嘅地方工作。而喺病人嘅角度出發，每一次去公營醫院睇醫生都要花費成十幾個鐘去排號，甚至有啲時候佢哋已經好翻啦，但佢哋仍然未排到號，都攞唔到藥，等成十幾個鐘都得唔到治療。但一啲基層市民佢哋都未必有足夠嘅經濟條件去睇私家醫生，所以佢哋最後都係要去公營醫院，都係要去公營醫院睇，都係要等十幾個鐘。因此，其實市民嘅經濟負擔都造成咗公營醫院工作量過大嘅一個原因。醫療系統作為社會嘅根基，醫護人員更加係呢個根基嘅維繫者。其實無論係邊個，大家都係想做好佢，俾市民都俾自己一個交代。但方案唔可以喺一夜之間完成，我哋正正要一個長期有效、可以解決到醫療系統、都可以舒緩到醫護人員壓力嘅政策。政府都係想要一個完善負責任嘅制度俾到市民，但係呢種負責任就唔應該咁強硬，都唔應該忽略醫護人員嘅心聲。3分23秒冇消息。最後有請警方致歉總結，你有4分鐘時間。
今日八位台上辯員當中，選出表現比較突出嘅三位，再分別給予分數。最佳嘅一位填寫30分，次佳嘅一位填寫20分，剩低嘅一位填寫10分。正如5位同學唔需要填寫。正反雙方可各派一位台下代表去監察計分過程。
亂係你哋啲論點都好一半嘅，係我亂啫，係啦，咁所以我都唔知俾到啲咩意見大家，咁我諗到咩講咩，希望幫個答。首先就係係諗到咩講咩嘅時候咧，有啲技術上嘅嘢啦，係啦，有啲技術上、技巧上或者我個人喜好上嘅嘢啦。例如是要聽清楚對方講嘢啦，咁其實都即係技巧員都有啲時間準備嘅，所以會令到大家應該有一啲概念上嘅嘢應該會分到嘅，即係例如加薪同埋補水係兩樣嘢嘅，咁即係好似反方嗰邊講，佢一開始講應該係短期措施就係、是，即係你工作你加即係加班嘅，而家唔補翻俾你噶嘛，咁點樣補翻俾你啦？等佢哋順啲啊！咁嗰個就唔叫加薪嘅，咁當然你可以質疑佢，喂，其實對佢哋嚟講最緊要嘅，你俾多啲錢我冇用咩？俾多錢我都冇機會使錢，我啲放工我翻屋企瞓啊，瞓醒要再翻，跟住又翻幾廿個鐘咁樣，我都冇機會使錢，你加錢我又貴，即係你係可以係質疑嘅。而其實咧，一開始收條辯題嘅時候咧，個人就覺得，咦，好似反方好着數到。着數到我開始問啲即係同樣收條辯題嘅朋友咧，我係咪有咁着數係咪有服㗎咁樣？其實我都覺得其實係有啲服嘅啫，因為兩邊嘅處理都有啲難嘅。即係例如當反最即係正方對即係最需要把握同埋聽清楚一啲反方好似好着數但係幾好服嘅話，就係佢不斷同你講到話，咁辛啲人咁辛苦都係要走㗎啦，係唔係咁辛苦？着數到咁辛苦啊，跟住工作壓力又大啊！話一大堆嘅問題啊，或者人口老化啊，話好多嘅問題搞到佢哋，哇！即係你都冇用啊，因為佢都係好辛苦啦。咁如果反方講到而家嗰啲醫護越辛苦咧，其實反而其實可能係越需要強迫佢哋留低，大家都唔留低咪全部越辛苦，即係強迫曬大家全部留低，一個人都唔俾走。咁會點咧？咁就係大，即係嗰個嘅工作壓力冇分擔，就會多啲人分擔，多啲人分擔都咁辛苦，咁就有時間去解決個問題。咁呢個其實就係、是、今日正方你如果好似好唔著數，但係有啲位識聽嘅話咧，其實或者識得運用佢搏嘅話咧，其實又未至於話十分唔著數，即係有即係可以有啲位可以掹一掹翻嚟嘅。咁就是、因為反方有啲嘢打得越勁，講得好似越犀利嘅話咧，就正方反而可以攞嚟做事情啊，攞嚟做一啲自己嘅嘢啦，係啦。因為其實對正方即係、就是、對正方嚟講，我覺得能夠做到你嗰邊嘅嘢，就係你越能夠講到而家呢樣你做呢樣嘢幾急切啦。因為實際上而家係突然之間喺今個年度由總體嚟講4.1多到8.2，然之後有部分係有部分流失都係超過10嘅，而嗰啲整下即係嗰啲你整下就啲人唔敢去㗎啦，即係你因為你急症科嗰啲越嚟越唔敢去㗎啦，因為你走出最多嘅人，剩翻嘅人就越死，你知道越死，即係你越知道做嗰個位越死咧，我做嗰個專科越死咧，你係唔揀㗎啦。啊、即係大家有 back 過啦，知道其實佢嗰六年係大概搞乜㗎啦。咁我咪個即係我唔咁咪個個我唔揀急症科啊，我走人走得咁衰，我揀兒科咯，個個兒科走得少人添，走得少人好多咁樣。啊，以免自己揀呢個頂唔順，你又要我強迫我留低喎，係啦，咁即係以免咁樣啦，係啦。咁但係個情況就係、是、如你用強迫嘅政策，全部人一定要留低啦。咁就咪嗰個流失嘅情況咪會冇咯，咁大家嗰、那個即係起碼喺嗰三年入面個人手係相對充裕嘅，個壓力輕咗嘅。咁其實佢哋輕咗咪冇咁容易喺嗰三年之後走，即係你要盡能力去將呢樣即係將呢樣嘢講到出嚟，就係、是、嗰個你正即係你正方留咗人之後，究竟會帶啲咩好嘅影響？而家其實面對緊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即係啲人走。剩翻嘅人越辛苦，剩翻嘅人越辛苦，剩翻嘅人越容易走，咁跟住個情況就越嚴重，到再崩潰啊！咁去到最後就啲即係去到急症科嗰啲落到去，即係去到急症科嗰啲個急症室只有冇醫生啦，啊！即係連幫你幫你搓下個心臟又冇，定點解揾個兒科落去幫個大人去啊？定係搓定係揾定係揾個眼科又落去幫你開刀腳，即係幫你開刀醫只腳咧咁樣。
就一係去到咁咧，實際上好似以前打啲比賽，有啲料係真係要急症，真係要有啲第二啲嗰啲巡開病房唔關事嘅醫生落去急症室嗰度。係啦，要不斷血液嘅情況好急切，唔解決有呢個惡性循環繼續落去咧，就大家都冇醫生睇啦。大家撞咗車或者其他意外咧，入到急症室咧，就冇人救嘅，攤喺度你死，唔知做乜㗎啦。咁係啦，你要見到啲嘢就然之急依度之外就係你需要講咗，例如你留咗三年，仲有你留咗三年係做乜嘢？你留咗三年點樣去解決嗰個惡性循環嘅問題？例如培訓多啲啦，跟住你嘗試啦，我知道其實唔係啲數字未必十分有用，嘗試啦。例如話例如講下個醫生咧，十幾年咧嗰、那個醫科生學位加好多啦，加成倍啦，雖然其實都係唔加，即係二百五加二百五嘅啫嘛。其實就唔夠嘅，但係杯水車薪嘅，大家可以講下。係啦，咁呢一類咁樣嘅我三年我會再加多啲啦。咁實際上應該係嚟緊嗰三年係會醫學學位啦，醫科生學位都再加嘅。雖然好似都係加幾廿部嘅嗰個，係啦，但係起碼都有加，係啦。咁再講埋嗰三年入面，你會爭取做其他乜嘅乜乜乜，去留低啲人。其實反方講好多嘅咩海外醫生啊，成咁啲做海外醫生都可以強迫剩翻嗰啲留低嘅啫，食曬嗰啲，即係食曬嗰啲方啊，食曬嗰啲方案咯。只要佢嗰啲方案講出嚟係佢同你嗰個係冇衝突嘅，你就可以，其實你就可以。得冇問題啦，揾到海外醫生忍咯，唔使喺到 meeting 嘅時候攞咁多時間去打同一條電題嘅啦，後屘係啦，即係問佢嗰個海外醫生嗰、那個啲考試啊，之前啊係咪要降低嘅標準啊之類，就變咗其實你已經打咗一條電題啦，係啦，咁同埋你點樣打一條電題，你要交代背景喎，交代論點喎，咁又自由評論喎，咁你講完就冇時間，咁人哋唔答你問題。你又冇得追問喎，咁成日對你哋嚟講就唔係好着數，咁呢個要要注意啦，係啦，咁就睇先好至於反方方面反方方面有一個我唔係太喜歡呢、這個，我自己嘅啫我係未寫嗰、那個我有冇得閒會寫噶嗰個評判名冊嗰度嗰個有籌喺度，我想攞翻佢先，我會寫噶嗰、那個盡快寫嘅。咁我喺入面咧，我就會我你以前咧，令我有個別辯員咧，令我諗起咧，有啲嘅評分準則嗰個咧，我要特別寫咯。有啲嘢我係即係有啲嘢咧，你講嘅方法咧，或者啲句子啊、形式嗰啲咧，我好唔中意嘅。唔會俾分嘅，未必一定會扣分嘅，但係唔係好中意嘅。例如咩咧？例如人哋即係人哋正方，即係雖然係正方嘅，咁但係你講任何反建議都質嚟㗎啦。咁佢有反建議質，你就唔代表佢承認自己個嗰個方案嘅成效係不彰嘅，係啦。咁我係好唔中意呢啲嘅，因為我喜好，唔單止因為我喜好問題啊嘛。咁呢個係我喜好問題啦，但係唔係就係呢個問題啊嘛，而係咁真係講唔通啊嘛。即係因為人哋只不過質嚟，喂，你話呢樣嘢要做，咁呢樣係咪真係成效先？咁你辯論比賽你提得嘅人哋質得嚟啦。咁但係並不代表佢承認自己嗰啲嘢係做得唔到，咁所以真係關事嘅。咁有個辯員係講我一次、兩次、三次咁樣，咁我係啦，我會喺個評分準則寫埋我係唔中意佢食。我冇話扣分，係啊，但係我話我唔中意嘅，係啦。咁而唔中意嘅原因係因為真係聽落去真係好似唔通啊嘛咁樣。係啦，咁依度啦，另外就仲有啲位要講係啦，我希望所有你提出嚟嘅資料啊、調查嗰啲，你係真係話到個資料嚟嘅。我知道，即係我當然我知道你唔係作出嚟啦，但係你唔好同我講有份調查咯，冇所謂㗎。你話俾我知，即係你就算話俾我知，《東方日報》今年4月18日。即係你話嗰時2022年嘅4月18日嘅一個訪問整出嚟嘅，都冇所謂嘅。咁起碼係啦，即係係嗰個來源會比較弱，但係個來源嗰、那個比較弱咧，都點都好過你純粹講有份調查。
同埋嗰個調查其實係個訪問嚟嘅內容嚟，所以其實咁即係點啊？係啦，咁所以係啦，唔緊要啦，下次就直接講啦。就算啲報紙嚟哋，就算純粹個報紙嘅訪問都冇問題嘅，都信佢，都會信佢真人，唔使就咁講有份調查。係啦，咁就係啦，有啲位又係去到臨尾爆出嚟啦，但係其實例如話其他國家冇實行，咁點樣去衡量嗰個嘅即係會做到嘅咧咁樣？咁當然啦，你問又唔得嘅，但係我唔知啊，因為好似我又揾資料嘅時候咧，就有啲人又即係有啲人又講係啲國家有嘅，我唔知道重流啊定邊啲定係邊啲官係講過話類似係話第二啲國家有嘅，咁亦都有個反駁嘅，係啦，就係話因為嗰啲國家係可外國，因為嗰啲國家幅員比較大，人口比較疏，你唔逼啲人喺你唔逼啲個即係喺嗰個區度有醫生一定要喺嗰度咧，咁真係唔會有醫生喺嗰度㗎啦，咁佢哋有病有事咧都冇人醫㗎啦，咁係啦，咁既然連住不同都有埋，即係話應該嗰樣嘢照計都真係有啲國家會行嘅。係啦，咁不過就呢度去到後面就冇乜點討論啦。係啦，咁而反方嗰方面都欣賞嘅，有幾樣嘅即係一啲嘅方法啦，整多啲位啊，公司型分流啊，諸如此類都 OK 嘅。咁但係既然開主辯開嘅話咧，副辯嗰度就可以講多少少啦，例如公司型點樣分流啊，諸如此類咁樣。其實醫管局嗰啲嘅嗰啲人都過去提過唔少嘅方法去做到做到呢、這個公司型分流㗎啦。又或者係將來大概會做啲乜嘢，咁都有提到嘅。又即其他啲嘅方法都有提到嘅，例如話點解而家啲點解而家嗰啲嘅即係點解而家醫管局嗰啲嘅會排期排好耐咧？即係啲專科點解排期排好耐咧？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係唔係咧都俾人轉介佢嘅。甚至他們自己醫管局入面的專科醫生都會轉介啲病人去另一個專科，整固自己的同事，即係明明眼科是你隻眼痕嘅啫，可以轉介去眼科，但係其實佢睇骨科醫生但係其實你有睇過你都知道㗎啦，其實因為大家咧啲專科醫生咧，其實已經係讀咗5年醫科啦，再加多年實習醫生啦，然之後又考過試啦，然之後就已經其實佢已經有全科醫生嘅。咁所以其實佢自己醫都醫到噶嘛，咁但係佢就要再轉介咧，咁又多個 case 喎，咁又排，咁其他專科醫生又排多啲喎，呢啲內部行政嘅嘢可以解決。咁我其實期望反方都你既然開到呢啲位咧，都期望可以講多啲呢一類咁嘅政策，去改善咗佢啦，壓力啊，即係但係係需要前壓質，係啦，即係咁就其實已經可以減少個問題啦。咁相反強迫又冇乜用，實際上強迫嘅可行性亦都即係你有問過下啦，但係我覺得問得可以再狠啲啦。然之後其實政方冇點答，總之我強迫佢一定留得低啦。係啦，我唔係啊，咁呢個都係個疑問嚟嘅。係啦，大概就係咁樣啦，因為都比較亂啦，希望能夠幫到你哋啦。咁如果有啲乜嘢就可以一間。
主發生嘅事情。咁頭先尤其仲提出咧，比賽裏邊咧，其中一方喺攻辯嘅時候咧，有運用到手勢啦，去阻止對方發言。咁根據賽規咧，賽規就冇明文規定咧，究竟有冇提出呢一樣嘢嘅。咁經賽委會頭先傾嘅時候咧，突出嘅結論就係咩咧？就係、是、我哋會加入評判自行意斷。咁我哋會將嗰啲分子咧再俾翻。評判去貼嘅，咁有啲評判係反映咗，有啲評判係未反映嘅，咁呢一個都係最尾係唔影響咧評判俾評語嗰個內容，所以咧我哋會建議咧評判繼續俾住評語先，咁將分仔咁落翻過嚟，我冇先問雙方嘅同學同埋老師有冇問題，好如果冇問題咁唔該麻煩主席，我哋可以繼續俾住評語先，唔該曬三位評判，唔該曬你，唔該曬李正權先生，我哋而家有請楊志康先生為我哋雙方服務。好，首先咁感謝可以做呢一場比賽活動啦。咁我直接講翻啲內容。咁我覺得雙方同學咧喺呢一場比賽其實可以咁樣去歸納嘅，我覺得就係、擺政策嘅辯題，尤其是醫療嘅辯題咧，雙方其實拗緊都係兩樣嘢嘅啫。一個就係個問題根本，即係而家出咗啲乜嘢。第二個就係我嘅方法解唔解決問題。咁簡單嚟講，本身辯論方式第一，你嘅迫切性或者你嘅問題根本，第二就係嘅成效。喺呢兩個字場當中拉扯咗，今日主要係聽到呢兩大嘅辯論嘅。好啦，咁先講根本性問題嘅根源。正方理解問題嘅根源咧，會覺得其實雙方都有啲資料嘅，我想講嘅就係，咁就係正方自己認識咧，就係而家嘅問題咧係。比較迫切對於病人嚟講，其實你集中嘅角度咧係講病人。嗱呢個我想少少去講一講個主辯角度啦，因為我覺得奇怪，因為你嘅主辯個標準咧就係、個標準係可唔可以平衡到醫護嘅利益，並且解決到啲公司嘅失衡嘅問題。咁但係關於醫護嘅利益咧，我就真係唔好聽到嘅。所以其實我理解，即係你成條主線好明顯喺正方嘅預付劇頭就已經帶出嚟。我就係擺明咧，唔係好我而家醫人嘅生命咧係好緊急嘅。咁你睇完就病人嘅迫切角度出發，咁呢個係問題根本。簡單嚟講，醫生咧咁樣講，而家咧係唔揾得曬啲病人，而醫生又唔夠，咁你想點咧？即係呢樣嘢方啦。但係想揾人都有睇正方，就係我覺得你哋對於個問題嘅迫切性嘅描述得不夠，即係係冇添嘅。問個病人有啲迫切咧，其實真係聽唔到，可能係需要啲。故事啦，或者需要啲數字輔助嚟論證，好似頭先温兆咁樣講，當人手等住起嚟嘅時候，本身長房我都要去幫你醫只腳咧，即係咁呢啲咁樣嘅講法，或者呢啲咁樣嘅描述要出多啲先可以幫你強化呢啲講法。但係 anyways， 我 feel 到你最主要都係講病人唔得㗎啦，就嚟瓜㗎啦，咁所以有幾多人要幾多，即係呢個你根本性嘅理解。反方嘅理解就係、問題出咗喺一啲比較長遠嘅位置。咁呢個位置咧，反方所以就話我點樣從根本性解決問題啦？咁咩叫根本嘅問題咧？其實呢個世界當中咧，我諗你冇描述得好清楚嘅，又或者一開始咁樣講啦，你一開始係有講到嘅就係、公營醫院壓力大，咁就係根本問題啦。咁所以咧，我解決呢個問題，咁就有各種嘅方法啦，包括你嘅短期方案嚟加薪啊、補水啊，所以你嘅補水啦、加薪啦、呢個補水啦，跟住然後去到下，跟住就分流公司型壓力，咁我理解後者可能係你所謂要將公營醫院壓力分去私營醫院，或者分去私立，即係私營嗰邊嘅一個做法。因為前者個補水咧，其實冇乜解決壓力嘅問題嘅。譬如啱啱上一段咁樣講，俾多啲錢你，係唔會令到你少啲嘢做嘅喺公營醫院嘅時候咁樣啦。咁但係咧呢個位置咧，我諗就係其中一個雙方。缺席喺我嘅票底下，缺席副位置。反方唔係好能夠話到俾我聽啲意見，正方開出嚟呢一個病人一樣都唔能得瓜得嘅呢個情況。因為有陣時我會覺得你覺得呢個問題好嚴重，幾時咧？譬如去到反方結辯，啊佢可能我記得喺中間大概一分幾鐘嘅嗰一段，你先講嗰啲醫護，有咩又要啲醫護去排啊？唔合理喎，下一句咧，下一段你就好似講啦，病人咧。等藥咧就係等唔知要等好耐，等藥排期啊，等藥攞藥等好耐。咁我係一定係等嘅，即其實你嘅，即係你對呢個問題係認同定唔認同？但係一個分別咁大咧，就因為如果你覺得病人咁樣都唔等得，或者佢係公營醫院排咁耐，冇人照顧佢一個問題咧，
咁你就從正方開出嚟 picture， 咁你就要回應啦。佢多一個都係多，強流一班人都係強流，咁你覺得點解唔做咧？咁呢個冇問，但係有陣時候我又覺得你唔覺得呢個係問題喎，因為你前面啲辯論員，你又會話：喂，短期有啲咩咁重要啊？長遠重要啲，長遠係先係我增長嘅問題。咁短期嗰啲多幾個醫生有咩用啫？咁樣係佢即係，所以我唔想知道你對於問題嘅根本係或者成個問題嘅理解。以至於呢個位置我陣間會講，去到後面我會講到真係列位嘅考生會出現咗一啲我覺得對你不利嘅位置。好啦，下一個節題就係成效啦。成效咧，因為正方其實唯一嘅數字咧就係主辯開出嚟200多個醫生可以嘅強硬嘅呢個方案，其實係喺主辯嘅即係稍為嘅標準之前提過啦。咁呢個佢後面嘅辯言亦都係。不斷咁樣用呢一個嘅，即係佢講嘅數字啊，即係最後佢強調200人3年咁樣嘅一個方案一個分析。咁所以計埋實習咧，應該過往就實習咧，而家就計埋係9年，咁佢先可以走嘅。呢個係方案嘅理解。反方咧，其實我諗你條主線佢最主軸咧，其實你就係想講今日問題咧根本係在於長遠啦，而但係你做呢個措施咧，就有個反效果啦，成效不彰。咁所以你戰場主力應該係達到成效。係，即係呢個我哋理解。咁所以其實咧，你有幾個方法去講成效嘅，我理解啊。第一，對方你主意講啦，啊對方冇俾個方案，冇俾個實際成效。嗱 ，image 呢樣嘢可能係 fail 咗，因為整得正面，甚至正面都不斷強調我俾咗數字啊，你唔好再賴我啦。咁所以呢個位置攻擊一就係你嘅講法，就係成效不彰，你冇俾個方案。咁既然對方回應咗你，個方案講咗能力呢個人，你嘅下一步有效嘅回應必須係點解佢個方案？唔係太會，係咪真係留唔到呢200多個人？有冇啲咩 factors 導致呢200多個人就算強制 compulsory 嘅留低，佢都係會走㗎啦？即係呢個係唔明嘅，但係其實你啲稿係有嘅喎。咁但係到後面咧，尤其是係質詢嘅時候咧，唔知點解反方想順攤就接受咗，因為我直情係聽到反方質詢嘅時候已經證出嚟話，咁我得個200多個人，即係有咩用？即係就算有200多個人咁又點咧？嘅咁樣好似已經彷彿接受咗對方俾你嘅呢個方案信。咁但係呢個位置其實點解我會話你係有講法咧？因為你 point 出咪正正就係講緊反效果咯。你有反效果嘅講法，其實就係醫生嚟逼佢咧，嗱你 point 就係 point 嚟 point 出都幾明顯反效果啦。嗱，只不過前後嘅推論，一個就係啲人唔開心，包括係第一你啲醫生入面啲70%係反對嘅，跟住90%係你條屍反對，係咪？第二就係反效果會走佬啦，直情係離開你呢個咁樣成個醫療體系。咁其實你有講法嘅，咁所以我覺得你要 present 個 picture 點樣先有效咧？喺我心目中，即係你呢個 story 講得有效，就係、是、你話俾人聽就係，當你個公營醫療壓力不減，而呢樣嘢正方 image 正一一開始出嚟講，而反應係足夠喎，反應自己都話，咁你都知道公營醫療壓力大，即係呢個係正方都認同嘅問題咧。好啦，咁你要講到出嚟嘅故事就係、是，咁有咁多醫生反對，咁個反效果係乜嘢咧？即係佢哋直情可能連醫療呢個行業都唔納入，有兩個選擇嘅。其實我自己 brainstorm 諗到兩個選擇啦。你冇清楚嘅講，第一，我當初揀科嘅時候，大學揀科係佢哋可能過多幾年揀科，醫生揀都唔揀，淨係揀可能先淨係揀 business， 甚至即係呢個全部選項。醫生行業根本就少人。第二，點解仲得醫科嘅人係叻嘅嘛，人才嘅嘛，直接去外國去做醫生唔得咩？即係我直接。人才流失，連本港嘅醫療行業都唔納入，都可以有個選項。所以你個反效果其實應該要 present 到咁樣。你越強制留到嗰200多個人，係咪真係留到咧？係正方一廂情願嘅啫。事實上呢班人係可能你行呢個計劃初期，有一班人佢哋 track 咗仲好，因為佢已經讀緊醫啦，係咪？即係咁冇辦法啦，我 quit 咗嗰個學位咩？我冇辦法。咁所以我派完你留到一班可能100多個你所謂嘅醫生。但如果呢個方案太過辣，太多醫生反對，後續嘅後果就係、是、可能本港醫療行業越嚟越少人從根本咁答入，即係話你連強制留佢都唔得，因為佢連你個科都唔揀，咁你點留佢？係咪？即係我即係同學生同學生一樣，你要罰咗佢留堂，首先要喺課室先得㗎，係咪？你喺罰人留堂，佢連間學校都唔翻，學都唔翻，咁你點罰咧？個 concept 係一個嘢，但係其實唔係呢樣嘢，我覺得，所以變咗。我覺得你應該要打到一個位置，就係佢有幾強制、幾強迫，就有啲醫生幾大嘅反彈，甚至連醫生呢個科都唔讀，擺走個台，直情連佢都鬧出嚟。呢個先可能係比較有效咁攻擊到，即係反對到佢嘅成效嘅位置。
即係唔係咁順攤，好似二百幾個人，咁我估坐喺嗰度，我都咪講咗咯，接受咯。咁我就覺得有少少呢個位置有少少太可惜啦。咁呢、這個我諗實際上咧，點解會發生呢件事咧？就係、是、因為你喺質詢啦，同埋喺唔同嘅個別店員位置未必合作溝通得咁好，所以我建議反方同學咧，或者你打反方呢啲好多質疑位嘅時候咧，可能你喺你個 refer to list 要寫清楚啲。譬如咩嘢叫寫清楚啲咧？例如啦，你喺反轉可能啲人手問咗個 proposal 個方案嘅成效係你俾出嚟㗎，好啦。咁你質詢或者一副嘅時候，你應該做一個乜嘢工作咧？你都預期對方唔會冇成效㗎，你點都有個數字。我哋有個數字就係可能質詢同一副嘅作用，但係做法就係先諗下有啲咩方法可以得呢個數字。咁呢個數字係佢諗到咁大咧，咁就有先講法式嚟反效果，打上陣先。去到反而你先再去激呢個反效果。所以啱啱一副話俾你聽，有其他嘅因素 factors 影響到你，未必長遠可以留咁多人，只係可能啱啱讀緊醫嘅呢二百幾個人俾你 track 咗喺呢個方案底下。長遠可能係影響緊嗰啲人流失，咁對方亦物諗過呢個因素咧冇，係即係佢冇諗到長遠，只係諗到一批咧。你口中嗰啲咧，好緊急要救啲病人咧，可能就係、是、即係要受一個極短嘅時間，但後面嗰批病人反而面對個問題更加大，因為連醫護行業都唔夾啦。咁呢個係咪一個合理嘅交換咧？即係呢一個嚟講，可能係可能在後場少出，咁你先會打一個反效果同埋成效感覺。即係呢個係我諗喺成下市場會咁樣睇，好啦。然後我最後一個部分講咧就係根本性，你哋雙方嘅分歧。由於你對成效呢個位置打得唔係太硬，所以正方咧好容易就首先第一，我嘅主辯官講嘅方案啦，有幾多人同意啦。好啦，第二，我覺得一個有效嘅位置，佢可以激到反方立場，可能就喺正面一開始啦。因為反一好似將首先你個根本性嘅問題都未理解太過好似啦。你有其他嗰啲反方案嘅？聽到啦，啱啱嗰啲評判有條文到呢個，所以我先放喺你啲反方案先，淨係針對到底病人係咪迫切需要救嘅呢個問題上，即係短期嘅問題上，反方就出咗防盾嚟，就俾正方要足夠。咁所以正方就會好出力嗰個講法啦。咁所以咧，病人嘅命就好急，咁我有兩二百幾個醫生，咁你又係咁，你又唔好反對我病人需要緊急治療嘅呢一個嘅前提。咁我評判啦。有二萬幾醫生話佢幾好啊，即係唔通啲病人需要咁？呢個講法就似乎蓋過咗你哋嗰啲長遠嘅問題咧。所以變咗就有個劣，我覺得開始行入一啲劣勢咧，我要掃大格反方，覺得後場係咪呢個劣勢？咁所以呢個位置上面就係、是、我諗你可能你一開始問唔清楚，即係你啲預期正方會講咧，市民嘅生命一條救一條又一條，作為反方又唔打啲醫療，你要諗嘅就係點樣破除呢啲講法。我覺得你絕對有足夠資料同埋邏輯去破除啲講法，不過可能係由於你打好多嘅純反嘅反駁，打到你立場有上高，我覺得呢個位置開始咧就正方有佢嘅優勢所在，或者咁講咧，佢優勢純粹係得高嘅，我覺得得高嘅係。事實上咧，反方有好多位置係可以玩嘅，我覺得係一場，但係好多可能都去咗自由辯論嗰啲位置出，咁一啲嘅反問我覺得就太可惜啦，譬如。咁我哋正方係咪要強制醫生留一世咁咪最好咧？點解留三年咁少咧？呢啲點解時候先問？又或者你嘅一啲反方案，我覺得咧你唔係顧及病人嘅利益嘅，但係咧佢反方嘅意見突然間抌咗個叫兼職醫生嘅 friend 出嚟，咁我又抄低嘅，咁甚至係海外醫生啦，但係呢啲前提都冇提嘅，咁點解唔提咧？即係你諗下呢個係幫你去擋住對方同一般你一個好嘅位置，係咪？佢同你講病人就嚟死啦，我值錢啦。咁你只要講俾人聽，兼職醫生有個數字嘅，我哋可以取到幾兼職醫生，海外醫生放寬可以取到幾多人翻嚟，因為個數字先塞住正方把口，個情況就好似你自由辯論，經過輪一輪計時比較混亂嘅情況之後，你先講，我取咗三百幾個海醫生，雖然正方即刻好快反應就係、是，咁回歸以嚟你自己講啦，反方講，回歸以嚟做咗呢個方案咁耐啦，點解解決咗問題？但係 at least 如果你可以喺早啲嘅階段嚟反轉。就已經塞住你把口，就係我知道病人嘅需要好急切，咁所以需要醫生啊，大把 part time 嘅醫生有㗎，我嗰個醫生有幾多百個，所以你唔使驚啦。從長遠計咧，我哋應該做分擔嗰啲公司型壓力啦啦啦。咁如果係咁嘅話，你就唔會落喺呢個道德低型嘅同時，你嘅立場都清楚話俾佢聽，我係幫你解病人嘅需要。咁如果係咁樣咧，其實嗰、那個。我喺我條嘅壓力就細好多啦，我覺得個位置咁樣啦。好，最後一樣嘢咧就係、是我想講咧喺反方
你打呢類唔同嘅反方案嘅時候咧，我覺得你要聽多少少正方面啲回應，係咪合理？因為你唔打緊好多反方案，從而去擾亂正方。譬如有啲講法咧，譬如講官司同分流咧，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方向。正方一副結辯咧，都講咗一個廣泛回應嚟嘅。佢話：官司不能得罪，點解咧？你嘅講法係聽命嘅人就係私刑律體，同命先立法官員嘛。即係如果冇聽到反方案審咧，正方講法唔得，因為公營同私營嘅目的不同。公營咧係平啲人睇醫生嘅，私營就貴啲，所以兩個目的就唔一樣。都問題啊，目的唔一樣，同佢分唔分流有咩關係啊？即係個位置想佢正方想點樣 refer 喺呢個反方就唔明喎。係咪？即係佢而家等於同你講，其實咧，即係而家有兩個科目啦嚇，中文就係集中喺呢度，英文就集中喺英文，咁所以就仍然可以分流嘅咁。即係，但係你而家係講緊一個分流嘅 system， 如果係做得好話係，譬如公營嘅醫生轉介去私營醫院度睇病，咁如果係聽命啲，咪去私家醫院咯。公營嗰啲咪留翻去睇啲重嘅手術，係佢哋目的即使不同噶嘛，有唔同嘅功能，有唔同嘅要求。咁但係又點樣影響個分流嘅效果咧？正方冇解答到，咁所以但係反方又冇罪嘅，咁變咗你啲反方案嘅策略，即係諗一二三四六七八個反方案組成正方，變咗又好似唔係咁有效。所以喺我嘅世界，點解正方喺自由辯論問啲嗰個醫生啊，喺唔同搞啲唔同反方案？即係其實我同意上咧同佢講嘅，呢啲咁樣係對正方有啲不利，因為你打斷佢啲辯題啦。但係今日嘅反方又似乎對於佢反方案防守冇咩咁充足嘅證據。因為我正方嘅感覺就係、是，我都要攞第一個位啦，我啲病人好急切啦，咁我咪慢慢同佢玩呢啲反方案咯，呢個又攞唔到，嗰個又攞唔到咁樣，個感覺就好似逐個錯反方案咁冚埋嘅呢啲反方案。但係個問題其實，如果你吸得足啲，回應得再足啲嘅時候，正方咪可以咁輕鬆咧，我就好質疑嘅。咁所以此為是，我覺得反方喺處理上面就比正方大咗，叫做係根本性嘅問題大咗。所以我覺得同學仔喺台上或者準備嘅時候都係諗下。正方你完全都俾你講啦，病人一個就得一個啊，嗰個醫生唔同咧。只要封住咗呢啲咁緊要嘅講法，其實正方好難再演繹呢個 story。講唔到呢個 story， 即係你都可能話我救治病人好嚴重，我需要好咪請咗幾個醫生去幫你咯。封住佢把口之後，你就有空間去打你其他嘢，包括你成日你嘅從根本上打你反方嘅，咁你就鬆好多。呢個我今日俾雙方嘅 comment 啊，咁希望台仔即係個聯賽比賽可以學到咁多啦，咁我就交咗啦。Thank you.
幫佢俾麻風劑佢啦。當而家醫生已經要 train 到其他人點樣而家佢點樣行咧？佢 train 咗三年之後，咁人係再走啦。然後佢就話，即係政府就講話六年嘅含鋪啦，你話六年嘅含鋪咧，咁我係一個 training 喺 learning process， 但係之後嗰三年咧，即係逼佢落喺度嗰三年咧，就係、是、可以一個多啲專業嘅培訓啦。但我覺得我嗰個最緊要係你做完呢啲嘅 training 之後，係咪即刻可以做專業嘅培訓咧？甚至乎你講啦，你缺嘅係專科醫生啦，但我諗緊你要做一個 medical specialist， 其實係應該我唔肯定我冇理解錯啦，但係我嘅理解係其實。係你一 grad 出嚟做 counseling 就可以做到一個 specialist， 即係你應該係要再讀多例如你我啱啱問係例如你想做心胸肺外科，你再多五年嘅 training 要做兩年先可以 apply 個 training exam 啦。所以我諗思考嘅嘢係，即係如果你所講話嗰200人咧，就算做完呢三年之後咧，都唔會即係都可能啲人會流失，都可能就 keep 住啲人 keep 住留住嗰200人，咁你之前有新嘅 friend 咁你就 keep 住可以填多啲200人啦。咁但係你走嘅如果係你缺嘅係啲 specialist 啦，咁嗰啲200人係冇辦法填到呢個 specialist 嘅頭。我思考嘅係即係如果係即係嗰200人只係個 stretcher 或者佢做完佢嘅 training 嘅時候，咁佢冇一個 further 嘅 specialist training 啊。咁你冇呢個 specialist training 嘅時候，咁佢唔 suppose 係有能力 pick up 到你所講話你可以提供到嘅一啲專業嘅服務，即係比較專業嗰啲有多啲 experience 嘅服務。因為我嘅理解係嗰啲 experience 服務係要由專科醫生，嗰啲要 train 嘅專科醫生要更加多嘅人手啦。所以呢樣嘢係問題嘅，即係但係反方有冇咁樣講咁樣，然後因為你啱啱同我講你缺700個專科醫生住嘅，然後所以我就係思考緊200個只係一啲做完六年medic 學生，跟住再跟佢留三年，係咪就可以填到700個專科？即係專科同啱啱做嗰三年係應該有，我嘅理解係有，但我唔肯定嚇，我理解錯你嘅可以多謝。今場比賽到此。